第37题，一般市面上快充通常在80%电量时就会转为涓流模式，逐渐减少电流输入，直到充满电。请问这个用意为何？前面的叙述已经告诉我们，涓流模式就是逐渐减少电流输入，直到充满电，要来避免电池损伤。因为前面已经告诉我们说，如果我们在电量不足使用高电压大电流快速充电，或者在电量充足的情况仍使用快速充电，就会造成电池损伤。所以第37题问我们说，请问用意为何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C， 以免因为高电流造成电池损伤。